谁 ？TMDB 的贴文哦，泰国。嗯，刘海好贴哦，还是我弄一下刘海。算了，就这样。不听话的刘海。嗨，夫妇猫 Joyce。在下。收到年历了，真假的？我还没有收到哎，觉得怎么样？年历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钟格尼当 ，Hello， 钟格尼当，夫妇猫正在 YouTube 见到吗？哟，哦，你说那个花絮吗？我还没看哎，还没看。嗨，凤山大师，嗨，静白，要不钟格尼当最近コメントしてくれないから期待。很好看，真假的，好想好想拿到，很快快点拿到，好像嗯，好像我的最近有个巧克力，年历还好吗？比较好看，年历还好，真的假的？年历的麻友呢？还好，那怎么讲？不是是的奈瓦，嗨，你比利克谢谢四叶草，看破大体大体大地。九段志宏昌友，ね前髪気に食わなさすぎてやばい。谢谢リクリクの行李箱，谢谢我的刘海好好讨厌念，算了就这样，嗯，就是很贴，因为我刚刚今天一整天出门，然后我一直在。那个帽子，所以就很贴。还是我就戴着帽子开直播，哦，这样子好像也不错。哎，但是这件衣服那件帽子有点不搭，到底怎么办？因为你还没有拿到年历哦，原来是这样子。Hi Killer， 谢谢你给你个爱的烟花，你个你个，克里斯大师 ，Mr. Ben， 嗨阿鲁哈，哎，好讨人厌哦，我的刘海。就很贴，恭喜麻友加布，真的恭喜我，谢谢大家。但你还没有填，你还没填，你还有几张？贴六黑，我爱你 ，Hello 九个圈 ，Hello 九个圈，我也还没有拿到，真的、哦。那、为什么有些人拿到，有些人还没有拿到？嗨，嘎周志伟，我脸气不不 candy， 麻友，我先说，我只剩两张可以填你哦，真的、哦，谢谢。一加布，我马上就填了，真的吗？疯子，ありがとう。气不不，谢谢星座烂包，因为我还没下班。哦，你还没下班哦，原来可能就是已经在家里了。不当不到兔 ，Hello， 骄傲团，嗨阿奎，嗨静，不当不到兔，谢谢你的星座烂包，是那个我平川，谢谢你，谢谢阿奎的红玫瑰，他们谢谢你的红玫瑰，今天过了非常充实的下午，就我跟我经纪人一起去。弄居留证，然后后来我就找个咖啡厅坐坐，然后后来，哎，我跟你说，我今天第一次体验到那个可以借充电的那个，你知道捷运不是有可以借的那种充电器吗？然后我就第一次借了，因为我在咖啡厅滑了太，就是滑手机滑太久，然后就没电，所以就第一次用了那个，我觉得好实用。你为什么我的刘海这么不听话？不知道啊，行动电源租借，对对对对对，那个很好用，而且我是第一次用的，所以好像就是第一次用的人是不管用了多久，不管用多久都是36块，最多最多钱还是36块，然后从第二次好像
有就是要看时间这样子，叫时间。伊扎布，我肚子饿了。嗨，平川，谢谢你的幸运事业草，谢谢小白兔的星座蓝宝。就昨晚营运出货，地区不同，不一定能一天送到。哦，是昨天出货，我要等年历来。在台湾这么久，居然没用过那个，可是那个最近才开始变多吧？我之前都没有看到哎、欸。嗨，清空。今天新的耳环好看，这个是哦，诶，这是新的耳环吗？什么？就在生日的时候就收到的潘多拉的耳环，就我同学送的。谢谢 Cookie 的告白气球。哦哦，今天就发现，真的假的？我只是刘海太贴而已。天哪，真的假的？你喜欢那种旁分就对了。就我刚刚戴帽子啊，所以。就刘海很甜，唉，算了，就你说喜欢就这样吧，但我不喜欢哦，天哪，就不听话的刘海，不听话的刘海，傻眼，傻眼，就是会，就是中间会有空，啊，算了，就这样，嗯，晚上不知道要吃什么，我跟你。我给你几个选择好了，锅贴、意大利面、咖喱饭、麻辣锅，嗯，部队锅、火锅、日式锅、寿喜烧，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波比辣椒锅、起司锅，全部都是锅。你去吃锅吧。鬼夜 ，Hello 景学，嗨南，哎，麦怪，思涵，没关系啊，你又回。用回你习惯的发型就好。全部鍋だったわ。面白い。最近我鍋ばっかり食べて。今天有看十一生日的花絮吗？我还没看，我刚回到家。对。然后我今天去星巴克，用了肉肉给豆豆我的生日的时候，豆豆给我。就是星巴克的饮料券，所以我刚刚去就是兑换了一下。对，怎么都是锅？因为我喜欢吃锅、啊。我昨天也是去吃锅、啊，日式锅。进锅类太饱，哪有？这天气那么冷就要吃锅啊，对不对？你我的刘海，我真的很讨厌。不要再动，还好吧？就很贴而已。还是我就加特效，就看起来没有很贴，也好像这个还好。等一下，那个，哎，等一下，啊，这个应该可以挡住我的刘海。哎，这个很棒，可以挡住我的刘海。玛雅昨天那天翻译表现的超棒，谢谢麦块。我是排骨饭，你吃排骨饭？排骨饭好吃。我还没吃晚餐哎，有点饿。我来啦 ，Hello， 你来啦，嗨嗨，嗨嗨嗨嗨，珊姐太湿了，啊，什么意思？这样买好健保卡应该可以弄好了，哎、欸，健保卡跟居留证是完全不同东西耶，就居留证是因为我现在是工作证嘛，就是我到今年。毕业前，所以是六月到六月是我是学生的居留证，就是居留证有分学生居留证、工作居留证之类的，就是，嗯，对，从到六月是工作证，哎，学生证，然后现在是工作居留证，所以需要我经纪人陪伴。因为要准备很多资料，就说什么我的演艺圈工作证明，还有一些跟其他单位的合作证明之类的，就要准备很多东西的样子，所以就是需要经纪姐姐的陪伴。至于健保卡的话呢，我就不知道啦。我就不知道啦，对，一般人嗨成大哥，
赴奥雷，过了黑丝云，黑风云。大家好，今晚第一次来的 Cookie， 每次都是第一次，每次都是初恋。小姑你我都要来一弄几万呐，嗨，小五。悔呀，慕尼瓦多亚拉伊诺吉瓦。嗨，麦块麦块，谢谢你的爱的烟花，恭喜马友照顾，谢谢你们，好开心啊！还是吃铁饭烧就好了。你铁饭烧你自己想好了，在那边问我，你好像是一种麻烦的女朋友一样哎，就是有人问你说，哎，你今天要吃面还是饭？然后我就说，哎，都可以啊。然后就说，他就说，那要不要去吃面？然后就我想吃饭的那一种感觉，原来竟是一个麻烦系男友。嗨，小白兔，谢谢你的四象星座，谢谢康美的 Popcat， 谢谢小五的告白气球。好想吃大阪烧，我上次两个月前就去吃。大阪烧好吃，天庄 Hello， 嗨，粉大师，谢谢你的粉玫瑰、红玫瑰。谁？什么那个长官包？我是麻友，你在那边念错名字，像吗？啊，很好看，谢谢。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送我的耳环，潘朵拉的。嗨，小智，谢谢主播，晚上好哦。还有这个，你看，你看，这个是潘朵拉的，就非常好看的手链。就你知道潘，我很喜欢潘朵拉的，因为我是觉得那个手环就累积这个珠珠啊，这个珠珠就是有一种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很有意义的。手环，所以我前阵子就是买了这个，这是第一个珠珠是捕梦网，然后希望到时候就是有一个节日啊，或者是有特别的日子，就是买一个珠珠，买一个珠珠，然后就是之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颗这样子，对，很可爱吧。那不是随时可以扎珠珠，对，可随时可以扎珠珠，但是钱包没有那么深就对了，对，所以钱包没有口袋没有那么深就对了，所以我就慢慢累积吧。然后就第一个是捕梦网，然后就想要就是买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就我家有猫咪，那可能下一个是猫咪，然后可能就是圣诞节就有圣诞节系列的，然后可能我想要不知道，就是朋友方面的话，就也可以有那种 best friend 的那一种猪猪，就觉得很可爱。嗨，樱桃猫安安，马友喜欢吃什么饭呢？哦，这个好问题，真的是什么饭都吃哎。日本大阪烧跟台湾大阪烧的差别在哪里？其实，日本的连锁店。在台湾开的日本连锁店的大阪烧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盆盆，那不是随时可以啊？对对对，没错，我很随便都可以吃的，只是决定时候有点挑。Cakes， 谢谢你的爱的小胸。严厉说到了眼镜买好正，我也觉得。谢谢，感觉你第一个会买猫咪的哦。没有，因为我也有问那个店员说有没有猫咪系列的，然后他就说这阵子都没有猫咪系列的猪猪，所以就我看了都是哦，就一个，然后就猫球，对，猫球的而已，所以我就买了捕梦网。今天蛮有的服装好看，谢谢。一口，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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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蛮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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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Yokes， 谢谢你的星座亮宝。开始看旗袍了吗？还没耶。你觉得旗袍要什么颜色？红色吗？还是
红色，红色，红色还是黑色？黑色太普通了，对不对？白色我不要，显胖。红色吗？还是什么颜色好呢？蓝色，蓝色感觉也不错，因为我没有穿过蓝色的旗袍，好像也不错哈。要穿哪一种旗袍？我也还没看。妈的，这件是透视装吗？什么意思？透视装？光头阿龙，透明的 OK， 透明的旗袍吗？透明的旗袍有卖吗？如果有卖的话，就告诉我吧。吉吉 ，Hello， Kenyan 组，嗨，草莓酱，我问你们哦，今晚九点有什么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今晚九点。提示是36台，你觉得咧？你觉得咧？你是觉得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小嘎啦嘎 ，Hello， 哎，没错，阿鹏鹏果然是阿鹏鹏，对，是同学来了，今天首播，开心，很开心哎，有什么事呢？啊，你忘记了，你忘记了。对，今天麻友来了哦，晚上九点看首播，然后晚上11点看重播，然后晚上12点就可以留言了。晚上12点在偷水来了 YouTube 上会有今天首播的影片，所以呢，大家记得吗？记得吗？大家？记得吗？对了，要去帮麻友留言解任务，没错。然后我31号的时候会开直播，然后开直播之前要留好言哦。我会好好的看哦，我会好好的看哦。电视已经打开，也太快了，记住了。好哦，超哥，谢谢你的红玫瑰。对，今天的主题是日本人封台湾，就我要31号要检查，对。一定要检查，检查麻友饭有没有留言这样子。麻友ちゃんは番組で普通のメンバーですか？普通のメンバー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だ？是我这样撒娇要留言也好可爱，拜托拜托帮我留言。那一天不晓得能不能看麻友，哪天不晓得能不能看麻友是今天呢？啊，你说31号。我要压线留言，麻友一开播再送去，不行，不行，这样子的话，企划组错过你的留言怎么办？这一两天，这两天内就要留言完，还要求太多吗？要求会太多吗？たまに笑う物置こと藤井麻友、あ、そう。マジでさ、もうほんとさ、緊張すると喋れないけど、今回は結構喋った方だと思うけど、もしかしたらカットされてるから、あの、喋ってるところが見えるかどうかは分からん。厳しいね、厳しいですよ。31号会播到跨年吗？不可能吧。ゲストとか普通のメンバーとか、あ、ゲストだよ、今回は今天会播的是贵宾，然后下次会播的是同学，那要挑战抢地车，哎，抢地车，哎，草莓这样很棒哎，很棒哎，还记得留言的规则是什么吗？留言的规则是一定要写麻油这两个字，藤井麻友或者是麻友的友，有没有三点水我都不 care， 反正就是呢，就是大家知道哦，麻友有麻友饭就好。谢谢大家，再麻烦大家啦，谢谢安安是我，谢谢藤井麻友。这样一讲突然想到，我上次好像忘记了，怎么可以这样？洛克不是麻友饭吗？麻友一哭，真的是已经哭了。
麻油不是那个油，虽然依然是酸甜水的，要有麻油最漂亮，麻油最可爱，麻油最我最喜欢就是麻油腿。最假留言奖，我讲张万记的不行不行，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继续上同学来了吗？是因为你没有帮我留言，一定是这样子。毎回ファンの迷惑に迷惑かけてない。かけてない。ジョンカニさんもちゃんとコメントしてね。お願いします。今要换账。え、为什么要换账号？麻油。Hello。ファンじゃなくてよかった。ファンでしょ。ファンでしょ、ジョンカニさんは。麻油的努力啦，谢谢店长。希望我可以哦，希望我可以继续上。当然是麻的魅力呀、啊。嗯，希望也有这样的原因。你坏坏，我告要告诉我妈妈，有不得你哈，没有过，不过不行，你要说我的麻油，我不是没有，我说错了，不是你要说我的麻油，是你要一定要有麻油。見方わからんからコメントできん。ちゃんとインスタであれするやん。見てね、ってやるやん。留言有麻油吗？有嘛有有，不行，就要有连在一起，好吗？真的是藤井麻友的意思的麻友，好吧，好不好？好好笑，还要加上我的麻友脾气，他说也可以啊，也可以说我的麻友啊，我不介意，好好笑，好决定的，我的诺麻友，你说的。也、欸、是蛮可爱的，我看了留言就会笑出来，只要有点马油一出来，哎，不可以哟、哦，不可以哟、哦。七位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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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啦，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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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今天差点忘记开直播哎、欸，因为我今天哎、欸，你看我的牙齿，有比较白吗？有吗？我刚刚去做美白牙齿，然后就我四点去美白牙齿，我想说，哎、欸，来得及开直播吗？我刚好想到要开直播，小五谢谢你的掌声鼓励，谢谢草莓酱的红玫瑰。对啊，我的牙齿越来越白，然后我是。有被那个美白牙齿的那个姐姐骂、欸、因为呢我很喜欢吃咖喱麻辣还有喜欢喝咖啡，所以呢就是你知道做美白牙齿之后不能太常喝咖啡，但是那个我很喜欢喝咖啡，我忍不住啦，所以我就对就喝了，然后就是退了一点点颜色，因为我上次做美白牙齿是三个礼拜前，然后三个礼拜前是那个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号码是10号，然后我今天是退到11号，然后又亮到10号，这样变回10号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就是如果我不喝咖啡的话，我的牙齿也是就是很快就会变白，但是我就是爱喝咖啡。有位正在想啊、哦、真的、哦、这两年来妈的牙齿进步好多，真的，而且我的脸型也是变很多，而且就是我的那个照片的样子也是变很多，因为我以前太不喜欢我自己的牙齿了，我就没有，就笑起来的时候没有露牙齿，但我最近笑的时候真的不怕露牙齿。谢谢哈利当，嗨嗨哈利当，艺人真的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啊？你说咖啡的部分吗？对，做美白牙齿就可以了，用吸管喝可以不经过牙齿，可是用吸管喝还是得漱口或者是刷牙。对，你的牙齿已经比一般人中。都白啦，对啊对啊，但是好像我的牙齿就是第一次美白牙齿的时候变白非常多，就是白得很快，但是后来两次好像没有
是摆很多，就是摆一点点，摆一点点这样子，就是反正要继续下去，坚持下去这样子。嗯，也想要来美白牙齿了，不过真的很痛啊。不会痛啊，完全不会痛，真的是不会痛。你要给人家用，因为我之前是用自己用的那种美白牙齿，然后那时候我没有护唇膏，也没有涂那个凡士林在我的牙龈那边，所以其实我的牙龈会痛，那时候我自己弄的时候。但是我最近是给人家弄，然后他们会保养得很好，所以就是我是觉得美白牙齿后都没有什么痛的感觉，只是不能喝咖啡就对了。对，之前是医生用居家的，太痛，居家的真的很痛，居家的真的很痛。好哦好哦，骑车中你要专心骑车哦，不要滑手机。对，身为普通人乱喝，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在一般公司上班的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或者是阿嬷阿公都可以。我觉得牙齿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可能是我因为以前很在意自己的牙齿，所以我很羡慕牙齿非常白、牙齿很整齐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疫情时间都戴着口罩，所以最近是很少看到人家的牙齿，但是我可能就第一眼会可能会看到大家的牙齿，我不会觉得就是啊牙齿好乱哦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哦这个人牙齿好白哦，牙齿好漂亮哦，好羡慕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就觉得哦牙齿变白了，心情也会变好，真的。但你的牙齿已经哦看到了，看一下哦。都阿北哈喽熊好，哎豪熊陈豪熊。欸，谢谢店长，谢谢懒人舅 ，Hello 大家。对，我觉得牙齿超重要的，牙齿跟皮肤，还好我皮肤很好。志恒，嗨，哒哒哒啊！夫妇猫，谢谢你的小玉刷耳，小玉耳刷起来爆炸，谢谢夫妇猫阿福 ，Hello。但我现在是，我不是有戴隐适美吗？然后我已经四个月都没去耶，怎么办？我等一下打电话预约一下啊！真是的，早就可以结束了，我早就可以弄好我的牙齿了，但是我真的是太懒惰，而且那个牙医有一点远，所以就是我会懒得去，真的是懒得去。今日の話、あ、今日の、今日したことの話してて、今日はホワイトニングしてきたの、歯の。笑い方はバリクこっちなくなってるけど、歯を見せてます。歯を見せてます。で、あ、ホワイトニングしたんだけど、今日でね、3回目かな ?3 回目で、1回目の時はめっちゃトーンが上がったんよ。めっちゃトーン上がって、めっちゃテンション上がって、わ、こんなに効果出るんだと思ってたら、やっぱりカフェイン飲みすぎて、コーヒーめっちゃ飲むし、マーラー鍋めっちゃ食べるし、カレーも好きだから結構着色料のあるものを食べすぎて、結構また戻っちゃったね。まあでも全部戻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けど、ちょっと戻っちゃって、で2回目の時にそのトーンが10とかいっぱいあるんよ。その 1,2,3,4,5,6,7,8,9,10,11,12 みたいな感じであって、まあ、1に近づくほどすっごい白いし、1はもう本当に白すぎてもうなんかすごい白い人なんだけど、まあ、大体その機械でできるのは 3,4 ぐらいまでって感じなんやけど、今、前回やった時に10まで明るくなって、で今回そのやる前にその測ったら11まで落ちちゃったね。10だったんだけど11の 赤の戻っちゃって、でまた今日やって10に戻ったって感じかなって話をしてました。フォアパン、ヘイリクリク、そういう話をしてました。ホワイトニング、でもホワイトニングしたらさ、コーヒー飲めないのが辛いんだけど飲んじゃうんだよな。需要翻译。我刚刚已经讲完了，其实就我是讲完中文再讲日文这样子。我刚刚在讲做美白牙齿的事情，对。
또 해요什么？对，差不多。翻訳ありがとう。で、この前話してたことは、なんか将来的にあのその日本人の知り合いの方とこの前もんじゃ焼き食べに行ったんね。その時にそのサンライトアリーナで翻訳やらせてもらうんですって話しとって、でその時にその日本人の方がなんか実はその日本台湾でその日本語と中国語両方喋れるあのバイリンガル の, あの司会者って少ないんだよっていう話をしてくれて、でなんか大体6人とか7人とかでそういうなんか仕事をなんかやってるらしいね。台湾ではまだそれぐらいしかいないらしいよ、そのバイリンガル の, あの司会者さんで。なんかそれでめいちゃんもこの何年か間そうやって翻訳の練習とかあのしたらあの今後そうやって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みたいな感じで言われたから、あめっちゃしたいなと思って、最近だから翻訳の勉強を始め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って感じです。これは この前言ったことかな。はい、新人店長、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小亮。アンナリーさんのライバルというか、すごく教えてほしいかな。どうやってやるのかとか、すごい覚えてほしい。之前有试过用吸管喝的话，可以不碰到外面那边的牙齿，不过超累。我其实喝饮料是都会用吸管喝，可能我吃饭都会吃到什么咖喱或是麻辣的，所以就是会染到颜色。妈有喜欢台湾小吃吗？这个是废话，真的，这个呢就是不用问，因为我超爱，我真的是太爱台湾的小吃了，真的是太爱哎，怎么办？小吃小不是小吃，小秋 ，hello。ロアなるほど、話した人はいるけど翻訳は少ないだ。なんか司会者の横で翻訳をしてる人とかだったら結構いるらしいんだけど、その2つの言葉を使う中国語と日本語の言葉を使って司会者をするっていう人は少ないらしい。うん、シャウユアウィリアム、ハロー、シュジェイイリンさんボスだから、あとこの、まあ、2,3 年ぐらいちょっとすごく本気で勉強したら今後そうなれないか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ってますって感じです。はい、ダムウズハロー。そうで、この前翻訳したやん、その時にダンスの先生になんかラッパーになれそうって日本語わからんからさ、ダンスの先生ラッパーみたいだってペ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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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喋るから。小秋，上次我翻译的时候啊，就是老师，我们的舞蹈老师听到我讲日文的时候，因为我很少讲日文嘛，就老师跟我说你好像那个老舍歌手哎，我听你讲日文就觉得他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然后就讲得很快，很像老舍歌手。我很好奇，就是听不懂日文的人听日文的感觉怎么样？对，是舒服的吗？还是觉得哇好快，还是怎么样？はい、社畜している土豆。はい。あうう。はい、守護記憶六秒。シャグにはどうやら命は長すぎて。じゃあフリースタイルしてます。ちょっとめっちゃさ、おもろいのがさ、最近なんかラッパーのさ、YouTube みたいなの見とって、フリースタイル始めてみたみたいなのやったんやけど、もう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家でさ、ちょっとさ、YouTube 見ながらやってみたけどさ、バリ爆笑してた一人で。Yo, yo, check it out. Yo, 私は藤井真由大阪から来た。之类的，我是在一个人在家里这样子做 freestyle。それでめいちゃんの喋り方だけやろ。あ、そういうことかな。具体的な目標が見えてきた感がありますね。目標というか、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すごく長く続けられるなんかそのあのめいがまだその芸能界で頑張って、いけたとして、でもっとなんか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んだろう。そういう仕事ができたら、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あの、分からん、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か分からんけど、そういう仕事ができたらすごく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た。なんか人前に立つのも好きだし、なんか中国語も日本語も好きだから、日本語が好きなのかどうか分からんけど中国語も好きだから、そうそう、なんかそういう仕事をこれからなんかいっぱいその
できたらい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めっちゃ難しいと思うけどね、めっちゃ難しいと思うからちょっと頑張って練習します。あゆゆ谢谢心臓乱暴冠军。刚刚那一首是要再说了再几单首，可能是178单吧。重宝される存在。あ、もうね、本当になんか最近のそのあ、なんか目標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か自分にできること、自分にしかっていうとちょっとなんかカッコつけてるような感じがするから、自分にできることを、自分のできることをもっともっと増やしたいなって、そういうのがあの来年のすごい、目標で、そうそう、だからなんかそういうことを見つけられ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翻訳以外にもね、他にもなんかいろんな目標を見つけたいなと思います。马友推荐你看你一个动画《国王排名》，不过会哭爆，真的，真的哭爆的那种吗？记得准备好啊，《国王排名》好，我会记得看的。谢谢，谢谢分享。阿哲 ，Hello， 马蹄，对，哎，我刚刚在讲什么？哦，其实是上次直播的时候讲过的，就是说。就是想要慢慢的学，就可能花了2-3年啊，不过的话就3-4年，就是这慢慢学一下口译翻译的部分，然后就希望之后可以就是慢慢接这种工作，这样子，希望呢。对，見守ることしかできませんが、頑張ってね。そうそう、頑張ります。ありがとう。对。哦，今年啊，明年可能也会有很多很多目标哎，怎么办？哎，目指せダンスができる翻訳業。ダンスは今もできるから、もっとなんか違う雰囲気のダンスも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ね。Hey Jalen， 哎，超好笑的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因为我上次不是有去上娱乐关键字吗？然后那一天有跳舞 freestyle 跳舞这样子，真的非常即席，而且就是完全没有提到我要跳舞这一段。反正就是丰田哥，哎，是丰田哥问我啊，对对，我是说我自己说我是舞蹈担当，然后丰田哥就是很贴心，就是 cue 我能不能就是。跳一段这样子，然后我那一天是完全没有准备什么，我就是直接来 freestyle 这样子。反正那个摄影棚的气氛也是很不错，就是很轻松录影的那一种，然后就跳一段，然后就说我会跳 hip hop 跟 walking 之类的，然后那个 walking 可能就是气化。那个小编姐姐哥哥们可能不知道 walking 是什么， walking 就是把手臂甩来甩去的那个舞风叫 walking， 然后那个我看了那个影片之后，发现那个字幕是 hip hop 跟 breaking， 然后就想说我真的不会叫 breaking， 但超好笑的。我是觉得如果我真的会叫 breaking， 我就红了吧，因为这是一个少女偶像的，然后一个女生，然后就是肉肉的、圆圆的，然后就可以跳 breaking 的话，其实真的蛮帅的。我就想说，对，他打 breaking， 你有发现吗？真的超好笑。我就想说，哎，怎么他打 hip hop 跟 breaking， 就是整个就是很帅的。你知道 breaking 是什么吗？ breaking 就是地板舞蹈，就是你可能有看过，就是很帅的男生，就通常都是男生，因为记忆力比较多，然后就是这样，唰，哒哒哒哒，然后就是在地板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那一种，对，然后我就不会，因为我国小的时候有，其实真的有学过 breaking， 但是就是真的放弃了，因为我，对，就是 breaking 太难了，对女生来说 ，bigger 麻友好像也不错啊。Breakthrough， 谢谢郑云的，我来签到。我海盗船，想说我听错吗？没有没有，我讲 Viking， 可能就小编哥哥姐姐们就不知道 Viking 是什么这样子。我看到 Breaking 就想到妈哟，真的太厉害了。没有，对不起，我真的不会。あれ AKB がもうひいちゃんとかいて本気だったな。嗯。我也是 B-boy 啊，不然 Flower 不会笑死。
也还是不错，我也是 B girl 哎，这样子。多么汉的死腿一开，守护神，谢谢你的星座浪包，好好笑，希望我也可以跳啊，就简单的那种，因为我会倒立嘛，侧翻嘛，就好像可以来一点点简单的 breaking 动作，好像蛮帅的。哪一天我们的那个宣传服不是群组的话，就 穿裤子去上台的话，可能就可以秀一段 breaking 这样子。哎，好像不错哎，还是我学看看。可能要 B boy 笑死，真的，好好笑。Lin Hello。翻訳必要ですか？この前、フォンデンさんの番組に出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ときに、何々担当みたいな話があって、私はダンス担当ですって言ったら、フォンデンさんが、じゃあ、一回、フリースタイルで踊ってよ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全然準備して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まあ、スカートだし、一番踊りやすいのってワックっていう、ジャンルの、その手をいっぱい回す感じのジャンルが一番そのスカートでも踊れるから、それでいいですかって言って、それを踊ったんね。で、その時に、一応私はヒップホップとワックが得意でって言ったんだけど、ワックを中国語、英語だったらワッキングなんだね。ワッキング。で、多分、その、テレビ編集の方が、多分、ワックの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のか、聞き間違えたのか、私のは、なんか、発音が悪かったのかをして、それで、なんか、ヒップホップとブレイキングが得意です、みたいな、その字幕になってて ブレイキングダンスって言うと、その、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床で、その、ヘッド、なんだっけ、その、逆立ちしたりとか、その頭使ってくるくる回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のをブレイキングダンスっていうんだけど、それでなんか私がめっちゃなんかブレイキングダンス踊れるような発言みたいになっちゃって その字幕が間違ってたからね。で、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でも、もし自分がブレイキングダンスを、そう、ブレイクダンスをできたら、もうすごいなんか売れるだろうなと思う。そんななんかその AKB っていうその可愛いイメージがあるから、その可愛いイメージの中で、そのブレイクダンスとかいきなり始めたら、多分結構、ブレイクダンスできるの？みたいな、なりそうだから、ちょっと頑張ってみようかな って感じです。ヘッドスピン、そうそう、ヘッドスピン。ベイユン、あえへい、流星。好好笑。ヒコちゃん、ハラヒコちゃん。はい、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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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好好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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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泽，嗨，仲真，娱乐关键字，娱乐关键字，好好笑。ダンスはいろいろな種類があって難しいんだろうね。そうだよ。難しいんだよ。でも楽しんで踊れればね、何でもいい気がする。どんなそのジャンルかとか気にせず、プロじゃなければ楽しんで踊るのがダンスなんだろうなと思う。挺好。谢谢阿奎。嗨、フフマオ。嗨、芋圆、芋头、芋头、Hello、芋头。嗨、ヒコタン、ヒコタン。金燕吗？ヒコ。嗨、ヒコ。挺瑞。挺 瑞。是吗？嗨、流星。アジさんね、ブレイキングは5レイン種目にもなるし、注目度は高いよね。そうだね、本当にダンスっていうのがすっごい、もうなんか、レイが小学生の時に始めたんだけど、その時は全然そのダンスオリンピックとかもなくて、で、なんか、本当にキッズダンサーがめっちゃ多い時期に、そのダンス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てて、でも最近はもう世界でいっぱいそのダンスバトルの大会とか、そのダンスコンテストとか、もうすっごいなんかみんながダンス、結構多くの人がダンスやってて、そのダンスオリンピックとかもあるし、だからなんかすごいなと思う。そのダンスっていうのがもう世界のなんかその共通の言葉じゃないけど、そのスポーツみたいになってるのがすっごい、なんかワクワクしますね。最近、学校の授業でもあるよ、学校の授業でも。先去洗澡、这么早去洗澡吧、狗狗说我才是黑流星。什么意思？为什么？哎呀，马路布。
そうだよ。シャグにはどうやら命はな。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是日文系毕业，或者是中文系毕业，或者是什么语言系毕业的吗？外文系毕业的吗？谢谢平瑞追着我分享直播，谢谢龙哥，要和美喊 hello， 因为你他年初有次直播对着我喊黑流星喊哦，なんか何個行くたびにここでめっちゃ、あそうだよ ATC で踊ってたんだよ。他にもねいっぱいあるよ。他にも踊ってた場所はね ATC も踊ってたし、あのオーキャットでも踊ってたし、あ神戸でもね神戸のねダンスコンテストがあって結構よく行ってたかな。あとは和歌山とかもね行ってた気がするな。結構いろいろ行った気がするな。日本系毕业，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语言系的人呢，通常都会有大三、大四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进修翻译课之类的吗？那个是那个翻译是怎么读啊？怎么读？老师是怎么教你啊？不是语言系毕业，没关系，你不用道歉。为什么要道歉？全部関西やん。そうだよ。なんかね、あとはね、ダンスチャンプルっていうダパンプさんがやっとったあの番組があったんやけど、それに出させてもらったこともあったかな。名古屋の番組でダンスチャンプル、そうそう、ダンスチャンプルっていう番組があったんだけど、みんな知ってるかな？知らんか。ランちゃん、ほわし、シャオス。神戸はチープン発表会だけだったと思ってた。あ、神戸もね結構ダンスでね、そうそう行ってた行ってた、めっちゃ。そうだよ。前を通知だ、我是神推谁啊？神啊啊？什么？我们老师说丢题目叫我们自己写哦，所以是那种翻译，是那种用写的那种翻译，没有口译翻译就对了。然后就啊，对答案，原来是这样子。嗨，盐巴弟们，晚安，晚安。哒哒哒哒哒哒，口译也有，口译的话要怎么写？怎么写啊？因为我最近非常有兴趣，勇哥刚田中在造谣我的推在举止，好哦，好好喝抹茶拿铁。子供の頃のダンス動画ね出せないんだよな。なぜかというとね、そのメイも結構携帯には入ってるんだけど、あの他の子が映ってるから出せないんだよな。でもめっちゃね、想像だけイメージだけを伝えると、すっごい真っ黒の服を着て、すごいダボダボの服を着て、ニューエラとかかぶっちゃって、でそれなんかヨーヨーヤー、もうすっごい全力で踊ってます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ねめっちゃ可愛いドレスみたいなのに着て、そのなんかジャズダンスを踊ってたりとか、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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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いう動画はあるけど見せれないっていう、残念ですね。阿奎，谢谢你的枫叶。就放一部影片之类的，随机点燃起来，翻那段讲的内容。哦，放一部电影片，然后就随机讲话，好像这样子，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教学影片也是，就是播放一段日文，然后就是有一个时间，然后就是我要就是在那个时间内讲完，讲完之后它会显示那个中文字幕，然后大概就是要讲这样的故讲的东西之类的。对，嗨平瑞，スピードさんみたいな想像。どちらかというと、EXILE のめちゃくちゃ、EXILE の横にさ、たまにさなんかキッズダンサーとかいない？だからそういう感じだったかな。エクザイルの後ろのキッズダンサー、バックダンサーみたいな、たまにいるやん、キッズダンサー、そういう感じ。マヨシヨルファンジョンマン、我觉得中翻日比较简单，对我来说，因为日文比较讲得顺嘛，所以然后中文是就是应该是听跟说跟写跟读的话，中文的话可能
听最厉害，然后再来就是读，然后再来就是说，然后再来就是最烂的就是写，因为我最近打字很快，但是我写字有点烂，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这个繁体字怎么写这样子，所以写是最烂的，然后最厉害的是听，所以听力是还不错的，而且我可以用猜的，所以应该是中翻日是我现在最能做的事，然后日翻中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日文的那个文法不一样嘛，就是日文的就是重点都在就是怎么讲，就是最后什么什么哇什么什么主语，然后就助词，然后再来就是形容词一个怎么讲那个忘记了目的语吗，是这样讲吗？中文的话，然后就再来就是动词，然后形容词，然后 this 这样子尾巴嘛，所以就是中文的话可能就是那个顺序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听日文再翻中文的话，有时候我要从哪里开始的感觉。对，我不会写中文，妈有直播常常口译啊，翻译自己说的话，自己说的话很简单，因为我真的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别人说的话，我可能就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比较清楚，而且翻译的话就不能直接就是全部都是翻译，因为好像翻译，我这几天都有这两个几个礼拜都有研究嘛，然后他们上面有写说。要当专业的翻译人的话，你要先背好他在讲什么，然后要减少，就是不要说不用讲的事情，就是只是讲重点就好。然后那个 vocabulary 也是要很重要，就还要很多嘛。你看，就是 vocabulary 的中文我就不会啦，语什么的，我知道要怎么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念。vocabulary 的中文是什么？语什么？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词还是没办法翻成中文这样子啊。对对对，是怎么念？我知道怎么写，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念。马友以后不走舞蹈路线吗？我不要吧，就觉得舞蹈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不是我想要拿来工作的。对，不会写中文，当てるなし。何を当てるの？翻译要抓重点，对，抓重点是最难的。中文很 free， 没什么句型。是什么智慧，或者是词汇？哦，原来是会哦，原来是会，愚慧、智慧，哦，会是词汇，哦，那个字不好写。对对对，会，原来是会，对对对对，就像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知道的中文单词还是很不够，但是我明明就知道那个字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念之类的，对，我要学中文，嗨酒窝，哈谢翔，嗨北极熊，谢谢你的枫叶。下个你们，嗨酒窝可爱 ，hello， bonjour， 你好 ，jumbo， guten das， buenos dias， 안녕하십니까，사와디이 ，namaste， 콘니치와，大家知道这首歌吗？就是很多语言的你好的歌。嗨，北京小姐枫叶，英文翻中文，我最近在重练，还有中文翻中文。哈，什么叫中文翻中文？英文翻中文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是觉得啦，因为就是其实文法上还蛮类似的，你们不觉得吗？所以我觉得还就是我是觉得应该阿奎也是会日文嘛，那我是觉得阿奎对日翻中跟
对于英翻中，应该觉得日翻中比较难，对吧？所以应该是那说法的关系，而且日文就讲了一句就是啪，就这么多，就是很多。まあ、英語をミレイ語に難しいのが訳すのが難しい。ザラジョンカニさんの仕事だよ。今夜テレビあるの、そうなんです。今夜の、日本時間の1時かな、深夜1時に YouTube にアップされますので、多分1時はもうみんな寝てるかな。だから明日朝起きてもう第1個目のこと。同学来了、同学来了、来了。同学来了同学来了っていうテレビの YouTube があるので、そこでコメントしてください。まゆちゃん素敵ってコメントし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クリスシェシンのポップキャット、ハロー。タピさん我是中英日、我日文只有 N4 有点急。なんでやねん。那首想到 Little Indians What?明日見ますね。コメントもしますね。ありがとう。じゃあ翻译。怎么样？Draken。其实日本人学台语可能会比较快。哦，可是我觉得，是真的有像的词，但是我觉得对日本人来说，那个鼻音真的是很难分，而且台语太多声调了，就是很难哎。就像中文的话有妈妈妈妈，但是台语的话有7个8个，对啊，就我真的是分不清楚6跟7的差别在哪里之类的。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从，我不能这样子就是听一听，多听一点，多听一点，多听一点就会学会，我不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要看怎么，就是这个语言是怎么怎会有怎么样的规则，会有怎么样的文法，才会学会才有办法学那个语言。所以台语的话就是真的很难，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差别在哪里。还有鼻音也是我听不太出来，诶，这个有鼻音吗？真的有鼻音吗？那为什么就是什么字跟什么字是一样的发音，但是不一样的意思之类的，我就是觉得很难哎，这个很难。こんにちは、hello こんにちは。啊，对了 ，Little Indians， Kicks， 谢谢你的气泡水。超哥，你会唱台语歌就很强了。好，这个牙齿不会染色。其实不知道歌名就想到 Indians 歌词，从小讲台语讲到大，真的不知道台语怎么学比较好。歌名的 Ten Little Indians， 我俩回啊，下一个说，那你，对我来说日文比英文还简单，明明是两者都要说的印外系，哎呦不错哦，不错啊，日文也一堆字一样，但是意思。哦，对，我觉得日文真的是很难哎，因为就像，因为没有音调的部分，就是没有声调，没有就是固定的声调，而且也有很多方言，所以搞不好就是大阪人跟东京人讲的话，然后就他们也不懂哪一个是哪一个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学日文的人真的很辛苦，对，真的很辛苦啦，而且日文有一堆那种创作字。就是年轻人才会用到的词啊，然后很多很多词都会被省略啊，然后就比如说中文英文都会有 I, you, they, their, she 之类的，就是 he 之类的，就有主语嘛。那中文通常也会说啊，我很饿，他去哪里，他们在哪里干嘛，或是我们要去哪里干嘛之类的，就是有个我们我他们他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我们日文里面真的很少很少很少出现他们我们我你，真的很少出现。我们的那个我跟你都是名字嘛，比如说啊，马野哇之类的，就是我会讲自己的名字嘛。但是如果是中文的话，就会很奇怪。比如说，哦，马友很饿哦，马友很想去哪里哦，马友觉得之类的，就是有一种很做错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学日文的人一定会觉得，诶，怎么都不会说我呢？然后很多外国人开始学日文，一定会说，一定会从わたし开始。我会觉得，哦，不用不用再讲わたし了，真的不用，真的不讲わたし才不会有那种外国人的感觉，真的啦，相信我。但是呢，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写哦，那个口语跟考试是不一样的。对，阿坤觉得不行。对，タンピはメイちゃんのことが、え、でもそうちゃん日本語だったらなんか、まあ男の子の方が名前を言うことは少ないけど、例えばもうなんか中国語だと先輩とかその先生とかに向かってもそのにっていうの、you を使うわけやん。そういうのがちょっと日本人にとっては、え、これって先生のこともにって言っていいんかな、年上の人のこともにって言っていいんかな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ちょっと恐怖心があるんだけど、そうそうそう、台湾の人は逆でなんかその名前で言うっていうその習慣がないから、その例えば、あ、メイはどこどこ行きたいかなとか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くて、あ、私はどこどこに行きたい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るっていう話ですですどうでもいい話をしてしまった、ごめんなさい。自称好難选择。对，这些很难选择。可是我觉得男生是比较简单哎。如果你要就是绅士一点，你就说“僕は”就好了，就好了，真的是“僕は”就好了，就有一种绅士的感觉，而且也蛮正式的。如果是讲“俺は”的话，就可能要看个性，就是“俺は”可能比较年轻一点，而且就是有一种很熟的朋友才会用到的感觉。老司机蛮有，土豆刚刚脱离地狱，下班辛苦了。就说，就跟中文在外面自我介绍不会说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不会说英文也是啊。Hello, my name is， 谁会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说 I'm 什么的 ，Why の方がいいよ ？Why は少ないやろ ？Why はだいぶ少ないやろ ？Why はだいぶ少ないやろ？本当に。我还没听到过呢，我是没安没听到过。我是我 no。哎，真的真的，自称真的超多的哎。比如说中跟你上这个，白眼女生玲玲神推，她会说我一，我一就是我一哇，就是有一种就是很老很老很老的那种大爷爷才会说我一我 no。的那一种，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一真的是很少听到，但是白眼女生玲玲神推，她很喜欢自己叫自己是 Y 这样子，对，对，是，对，嗨，终于谢谢你的红玫瑰 Olin Hello， 还有什么瓦西，瓦西就是这个也是，瓦西就是真的是大爷爷，真的是很老的前辈们才会长辈们才会用到的，而且是男生哦，对，爷爷们会用到的那种瓦西瓦诺，对对对。就是那种我希望哦，最近有一点腰很痛哦之类的那种，对，对对对，而且讲的那个我是有一种就是有钱人的感觉，印象中，对。哈里日哇，最近弟弟こんな感じかな？それはやだ。それはやだわ。ハリさんちなみに何て言うの？自分のこと。ハリはっていうの？学到了，我希望哦，我是对我是。还有什么呢？オイラは、オイラ就是有一种オラ、しんのすけだぞ。なんかオラ就是オラ就是有一种昭和年代，哎，更以前的那种，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可能一两百年前的小朋友才会讲的那种，オイラ、オラ，对对对，还有一种乡下的小孩还。小男孩的感觉，对。わしりぶんらん、わしりぶんらん。本当だ。わしって言うとわしになっとる。屁孩が没有屁孩感，但是有一种很年轻，然后又很乡下，然后很活泼的那种感觉。うち真的很多啊。うち是女生会用的，但我不会叫うち。うち是有一种不知道哎，有对我来说有姐姐的感觉，就是姐姐型的女生才会说うちは的那种感觉。对对对，自分是大阪人最喜欢的。私あたいはね少ないね。あたい是真的很少。あたい是有一种
季亚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一种阿泰哇，就是有一种就是很大方的姐姐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大哥西是真的是男女生都会用到，但是真的是很正式的时候，可能就是要讲个贺词啊，会贺词吗？是贺词吗？就可能要讲个很正式的时候讲话才会用到的。蜡笔小新的卡通开头标题什么什么打走啊？对对对，打走。打坐很可爱，打坐真的很可爱。麦晚上好，初次直播见面 ，Hello， 泽嗨，初次见面，吃醋，哎，在直播初次见面，嗨嗨嗨嗨泽，麦晚可以当很大方的姐姐吗？我应该算是吗？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其实不没有很多学妹学弟的。朋友们呢、欸，就是我都是比较多比我大的姐姐们、哥哥们呢、欸，就是我可能是一个妹妹型的女生吧，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学妹学弟，就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都是跟学姐、学长一起，对啊，对，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当很大方的姐姐。末っ子やからそう末っ子やからね最近都在看昭和的时代剧诶什么你说那个华灯吗华灯三十号就要出那个第二季耶妹妹型的偶像我是不推的哦没有啦我是说我可能就是比较被比我大的人喜欢对比我小的比年纪比我小的可能就是觉得我不可靠或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比较多的是年纪大的朋友，对。现在重考进淡江就能当麻友的学弟了，去啊去啊去啊，加油啦！可是我现在跟你说，淡江大学现在没有办法休学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读的话，你就是要读完，不然你真的没办法休学。进谢谢枫叶。不是日本的哦，日本的吗？昭和的，我要去买便当了。我不是，你不是有妹妹梅林吗？还有在晚餐时间直播，我谁知道你这个时间是你的晚餐时间？哼，我哪一个时间点开直播，你就是会跟我说哦，现在是午餐时间，现在就是晚餐时间，现在就是下班时间，现在就是上班时间，我怎么知道你这一天在干嘛？怎么知道你现在在干嘛？真的好好笑哎、欸、，Lex， 拜拜，不要再拜拜了，好不好？你很烦呢、欸，你很烦呢、欸。已报名淡江外文系，学姐好，我是外交，哎、欸，外交系，外交系，哼，不要读了，不要读。妹ちゃん怒ってる、学部で学部で、怒ってないよ、Lex いつもこうだから。教授さん、你为什么想要来本系？我好好笑ご飯なので質問 YouTube 見てね珍しい怒ってないよ全然いつもそうだからね我在回家的路上先に帰ろうえみんなコメントしてね你在哦我要去买便当了拜拜好可爱不觉得很可爱吗去买便当也要跟中干尼桑报告我要去买便当了超 Q 的外文外交不只差一点是差两点，对呀、啊，真的是差两点。哎，江江，走るにはどうやら命は長すぎて。哎，兔妹，我超级不喜欢紫的吸管，不觉得紫的吸管就有紫的味道吗？是只有我这样想吗？以前是都没有紫的吸管，都是那种塑胶的吸管，虽然是比较环保，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紫的吸管。如果是要用紫的吸管的话，就是很快就要喝完，不然就是你看喝的时候会变成这么软。麻油和麻油差三点。你们很厉害耶！我也很讨厌，对不对？就会有那个
纸的味道，有纸的味道。只是吸管很能吸，对，没错，真的。屋顶龟，嗨。纸的吸管感觉怪怪的，我也觉得耶，我也觉得。他一点名古，大家等我一下下，我去喝个水，谢谢。他一点蘑菇的烂包，等我一下哦。抱歉，都，我看一下哦。可基麦油跟可基麦油有什么分别？嗯，差不多啦，没关系。就像那个什么黄影战士跟黄战士有什么差别一样的意思。喝到最后含着吸管，吸管都一股味道，对，真的有一股纸味，没错，纸的吸管什么？纸的吸管是世界上最蠢的发明，可是它不是很环保吗？那如果是环保的话，嗯，可以啊，还可以接受。ございます。跟太阳能手电筒差不多的发明。蚂蚁晚上好，嗨 Sir， 是儿唯一支持的塑胶吸管，环保团体表示。嗨，小五，欢迎你回来。用玻璃吸管也太危险了吧？如果你弄碎了怎么办啊？好痛啊，感觉。不要这样，玻璃就不要了吧。乌鱼，而且我觉得呢，我觉得就是我有想过要不要买那种铁的，就是可以重复用的那种吸管。然后后来就发现铁的，对对对，铁的那种吸管，但是很麻烦，那个吸管真的太麻烦了。虽然有那种洗吸管专用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不相信那个可以洗得干净，所以我不买铁的吸管，洗起来不方便。对，而且我也很没办法接受那种铁的吸管，有人是直接放在包包里面呢，你懂我意思吗？它有洗干净哦，但是直接放在包包里面，不就是包包里面很多细菌吗？那这样子拿起来用，诶，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如果要用铁的吸管呢，你就放在那个一个什么盒子里面、袋子里面都可以，就要放在一个东西里面吧，就不要放在包包里面吧。你能接受吗？你懂我意思吗？铁的吸不起来不方便。麻油吃麻油鸡的时候把麻油老掉，还是会麻油一起喝掉啊，老舍也太老舍。而且我跟你说，虽然我叫麻油，但是我没有很喜欢喝麻油，所以我通常呢就是不会去喝麻油鸡。对，我曾经有喝过两次，但我觉得真的两次都觉得没有那么好喝，所以我后来真的没有去吃麻油鸡了。你老公用玻璃吸管，玻璃吸管吗？铁的吸管都不知道里面洗不洗得干净。对呀，拿来我帮你洗呀。那个久了多少会残留，对，我也觉得耶，则，完全不能接受铁的餐具。铁的餐具我是可以，就像筷子啊，就韩国人都不是用铁的筷子吗？我是觉得可以啦，但是铁的吸管我就不行，而且那个刷子会刮伤到吸管里面，反而会卡更多细菌。这样子要喝之前喷一下酒精。哦，也是，玻璃可重用的，真的哦，麻油可以来试试我们家楼下的麻油鸡。喝之前先拿去洗啤酒。吸啤酒消毒，你说用酒精消毒，但是我每一次都要喝啤酒，哎，怎么办？我也不能相信自己能洗得干净，对吧？铁的餐具敲到牙齿的时候，真的蛮痛的，而且铁的餐具就会烫到嘴巴，哎，就像那种
铁的汤匙，就是喝汤的时候，汤就是那个汤也很烫，但是那个汤匙更烫，然后就摸到那个嘴唇什么的，就会觉得哦好烫哦，天哪，你懂我意思吗？真的很烫。汤猫 ，Hello。对，最近买了那种木做的木的那种，很温馨的汤匙。觉得很好用，麻油真的不能不信邪耶。那我麻油饭都抽不到麻油，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没有 get 到哎，手会先烫到，手是应该还好，但嘴巴那部分，哎，总感谢上，谢谢你的冲浪失败，谢谢。嗨，北极熊，斯大富姐姐，麻油你怎么在喝啤酒？麻油说我在消毒吸管，然后就醉了，笑死。哎，我下次试试看，超好笑。你怎么就是有一种酒味呢？是说哎，我在那个消毒我的吸管而已，我才不是想要喝啤酒呢，这样超好笑。得到谢谢你的 pop cat， 然后就。大家都觉得就是哎，怎么有些公园蛮有脸红红的，然后有一点醉醉的感觉，好好笑，绝不可以这样子哦。社畜している土豆，谢谢你的 pop cat， 小宝贝 ，hello， 好好笑。还有什么环保的方式吗？环保哦，我是觉得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很少啊，就觉得很棒。嗯，有些为了因应环保，所以比较没办法。对，真的。但我觉得台湾人都会带，就是自己的袋子或者是自己的包包，然后去买东西。我是觉得这样很棒啊。MC 时间开始喝酒后抱怨，好好笑哎！蓝熊出没 ，Hello， 就最口渴不用吸管最环保，握手会不环保？为什么握手会不环保呢？哦，你说那一张吗？但也觉得日本的塑胶袋很薄啊、对对耶，真的真的，而且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那个便利商店没有，湿纸巾有一点麻烦，就有时候可能你知道很多很多日本人因为。那个便利商店的人没有给忘记给那个湿纸巾，而打电话给那个便利商店，然后 claim 就会抱怨说，我刚刚明明就买了意大利面，你为什么没有付湿纸巾给我之类的。就是在台湾的话，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服务，而且不可能会有人这样子抱怨吧？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湿纸巾？我明明就是买那个吃的哎。买喝的哎，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之类的，一定不可能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日本就是很多事情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抱怨。我出来台湾之后就觉得啊、原来在日本的那些服务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对啊，买太多 CD 也是哎，实体 CD 很难处理啊、也是哎，那怎么办呢？叠成101还是叠成什么原商饭店之类的，好像也可以试试看哦。要台湾人守规矩，最简单的就是跟前车上关系就可以了。嗯，じゃあめいちゃんが台湾で日本のクリエイティブ文化広める？ダメだよ、ダメだよ。あ、でも日本結構思うのは台湾人は結構訴える人が多い、裁判がものすごく多いと思うし、何に対しても結構自分の意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強めな気がするし、あとは仕事を変える頻度が早いなってすごく最近感じる。だって大学を辞めてからみんなが就職とかするわけであって、結構就職始めて2ヶ月3ヶ月とかで辞めて次の仕事ついたりとか、あとはそのなんだろう、結構自分の合わないなって思ったりとか、あ、この意見を言ってもなんだろう、その意見を認めてもらえなかったとか、その要求を認めてもらえなかったっていう場合にですごく仕事を結構変える人が多いな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はめっちゃある。でも今の日本もそうなんかな、もしかしたら。でも結構そうそう、周りに前の友達とか周りの人は結構ね、そういうのが多いかなって感じ。握手会真的是极度不环保吧？那怎么办？怎么样才能环保呢？这
不办呢？是什么让我不再画一只鸡？谢谢你的星座浪，什么星座浪宝？星期二哈喽，じゃあ、めいちゃんが台湾で、見たね、こさっき。300块的 CD 蛮期待，不手软。3块的自备饮料杯，优惠金啊，什么计较 ？CD 叠成1012单海，3单小白已经凑够了，怎么办？马友可以帮我加油吗？等一下要开工填加不？谢谢小五，加油加油！真的，大家填那个握手券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如果买很多张，真的是很辛苦，就是要一张一张一张这样子。那大家辛苦了，加油！谢谢你们的支持。ルイは友を呼ぶから、マイちゃんもファンをすぐ変えるのか。さあ、変え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しかも私に変えるそんな権利ありますか？悲しいね、悲しいねって言うけど、私とジョンカニさんはもう長い付き合いで、もう1000年以上時を超えてるからね。ああ、もうそんな、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私たちはもう全然前世から僕は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に知り合ってたようだよ。我已经一张一张一张填好了，辛苦了。填还好哦，过比较累哦，上也是。刚才那个狮子精的之类的话题，感觉很适合在节目分享。对，没错。然后我之前哦还没有播出去的那个，已经有讲过日本服务跟就是海外的服务的差别在哪里。对，就期待一下首播。然后今天会首播的东西是不是是在讲说日本人封台湾？对，嗯，まだ出会って3秒です。あ、もうね、そうだよね、やっぱ、そうだよね、そうだよね。3秒って思っちゃうくらいその短いなって思っちゃうってことだよね。そのなんか私たちの時間って、ああ会える時少ないなみたいな、そ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取れるのって少ないな、僕にとってはもう3秒ぐらいだよ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だよね。結局谢谢你的爱的小熊太郎さん300。Hey ラリー、妄想がすごいわ。妄想すごいって言うけど、ジョンカニ様な、ジョンカニ様やって、ジョンカニ様って言っちゃった。ジョンカニさんの妄想もすごいからね、毎回え、彼氏と行くの、え、これ彼氏、あ、これ彼氏のツーショット、あ、これ彼氏と行ったんでしょ、あ、これ彼氏にもらったんでしょ、もうその妄想やばいからね、マジで。妄想仲間ってことにしよう。じゃあ、アホン、ハロアホン、ハイラリー、ハロハロ、大家好。タビさん、え、マジでそうじゃない？そうだよね、タビさん、そうって言って、そう、 SOU。 めいちゃん彼氏多いなと。めいちゃんは彼氏多い事件、彼氏多い事件。そんな幸せな人生を送りたかったわ。もう最近彼氏多すぎて困るとか言ってみたいもんな。そういう子いたわ、あの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に。メイブー3枚じゃん、怎么办、其他人就没办法。さあさあ、見たになっとる、笑った。そうじゃなくて見たになっとる。Ken, hello。 哦，一个半小时过得很快耶，差不多就要关了耶。嗯，我加起来都没300张，300张真的很多耶，真的很多耶。300张可以聊几分钟呢，好好笑。嗯，妈也很专情的，只是每一天换一个男友而已。我的时间管理的没有那么好哎，我可能就没办法。一张也是心意，对呀，对呀，就是能见到大家，能握到大家，真的是个幸福的事情。所以呢，我真的没有在 care 谁握几张，就是希望很多人来，就是来找我这样子。对呀，不要有压力，大家真的不要有压力。买了那件有猫的生日 T， 很可爱，还好买到超。谢谢泽，很开心耶，谢谢泽。我看到了猫的 T-shirts。说到挂，不得不抱怨一下，这次序号超容易挂坏掉，很想要跟医院去。哦，怎么办呢？这个好像，我是觉得很多人去跟公司，提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下一次就不会有了。如果是可能一两个人去。讲这件事情，可能公司可能觉得有可能会忽略，对，但是很多人去讲，公司一定会听的。去讲吧。我这个是我真的没办法跟公司谈，我也不知道是谁在负责这一块，就是谁在想这个握手
卷的关系东西，所以我可能也没办法，就是替你们跟公司讲，抱歉。好，我第一步握铃章，铃章，希望来得及填。静，你也会来第一步吗？哦，我不是说第一步，是第一步，第一步不是第一步，第一步。会社いやファンのせいやってなりそうやろ。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と思うよ。ちゃんといっぱいいろんな人が言えば多分聞い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あく一零一辣妹，每一步300张也太多了吧？很容易挂坏，真的哦，每一步都要去的吧？马丁贝克，嗨，我是看网络上听说挺多人的哦，真的哦，那你就好好的跟我们公司讲，对，我会填一些吧，谢谢。第三步我会去找漫游哦，那第一步跟第二步跟第四步呢？第四步还会有的，还会有的。什么正式给我钱，我就每个300张呀。我也是，我的话也会是这样子，就觉得哦，你给我钱，你给我握手券，我就会握每一个人。真的。哎，会有吗？你说第四步吗？我已经有了第四步耶，42日有第四步耶，来找我吧。哎，什么？我忘记填问卷，糟糕，我忘记交作业了，我刚刚被群组标记，妈有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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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一项的人都没有填问卷了，那个糟糕，我等一下马上填。そういえばクッキーさんがちょいちょい俺に握手券グッズの購入を勧めてくれたよね。勧められてるの？断っちゃダメだよ。对了，第一步和B 部中间来的几乎，我这个真是好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连在一起的，可能是就是没办法加在其他部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真的希望能换衣服，但是能不能换造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怕没时间换妆或是换发型，我真的是不知道能不能换，哭啊。哭啊！马友还敢压线啊？吼！毛巾哥 ，Hello！ 马友学会了什么不学？学压线？笑死！等我一下，剩3%，怎么办？先充电，充一下电。嗨，丹尼！但是我在2分钟就要关了，先充电，我怕等一下念板的时候就没电。会议室广播，藤井麻友请到会议室报道。想一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断货也是正常的，不准关。每次叫我不准关，像 Richard 那样穿在里面吧。哈，是这样吗？那这样子的话，我要买什么旗袍哎？而且第二步我以为是哦，那我真的要好好想那个我的衣服哎，不然我真的是没办法换装。我再问问看吧，我再问问看。不错了，还有有标注记得，可能要看看，但前三步都有啦。是啊，你说前三步都有是不是？好开心哦，谢谢。刚刚跑去吃饭，今天看到今晚同学来了的刚刚。那你真的要看哦，然后看完之后呢再看重播，然后看完重播之后再看 YouTube， 然后看完 YouTube 之后就要留言哦，大家拜托记得帮我留言，真的，我的今天唯一的要求就是呢拜托帮我留言，谢谢大家。我31号一定会一起看留言的，毕竟12号最后填卷日啊，对耶。小五太罗桑，刚刚我还未丢礼物，不能念吧？什么？那只好第一步比基尼啦，才不要呢，才不要啦，
Jerry, hello. 那我要念榜喽，大家。我要赶快做交作业了，好笨哦，就忘记了。好，那今天的第十名太多了，从第五名开始好了。从第五名，哈利桑，谢谢。今天的第四名，利克利克，谢谢。今天的第三名，小五，谢谢。今天的第二名 ，Cookie， 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Kicks， 谢谢。あれ、なんでジョンカニさんいないの？ジョンカニさんプレゼントくれたのになんでジョンカニさんがいないんだろう。おかしいな。おかしいな。なんでないんだ。なんでジョンカニさんなんてさダイヤが表されないの。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ぷいぷいさ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ジョンカニさんあげてないよ、くれてるよ、ちゃんと覚えてるからね私は。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同学受不了了大家记得看球，同学来了，大家记得来帮我留言哦。那么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然后下一次直播是31号，就是今年最后一次直播是31号的中午1点开始哦，下午1点开始。那么大家拜拜 ，Have a good night。